哎，表表表哥，你家祖坟不是早就迁走了吗？别给我乱说话，出去不准乱说。好。快过来看病了！我们叶云长医生可是从国外回来的，医术相当高明。听说西医要打针，我害怕，还是吃中药吧。您看看，这边可是西医呢。西医，听说西医可贵了，我可看不起啊。哎，快过来找我们叶医生看病吧！我们叶医生医术可高明了。叶医生啊，没听说过，我一直找楚医生拿药的，我还是看中医吧。我看看。对了，上次我中毒晕倒，你是怎么救的我？那是你自己命大，跟我没关系。你这个兽医啊，怎么敢做不敢当呢？你也知道我是兽医，怎么帮你治病啊？你虚伪，简直是虚伪！算了，你不就怕我抢你饭碗吗？别挠了！哎，痒死我了！别挠了！哎，我求你们，还是把我放了！别挠了！我求求你们，还是把我放了吧！别挠了！早就没皮了。哎，我看看。哎呦，他这得的什么怪病啊？从外表上看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阿瑶，你看看能不能看出这是什么病状？你是不是经常用冷水洗澡啊？对呀、啊，哪有热水啊？平时全身一身油烟味，就直接拿井水冲了。哦，我大概知道了。我一会儿给你开个方子，煎服四次，如果不好的话，你再过来找我。等一下呀，这个，你一道开两份。好。刚刚我们给杨洋看病的时候，你怎么一言不发啊？你们看病我发什么言？给他挠一挠不就行了？行，我知道你医术高，真人不露相，但杨洋刚才真的挺难受的，你不能坐着不管吧？他在我们这是病人，我们能治就尽量去治，治不好让他去别处求医。医者父母心，没有哪个父母愿意看到自己孩子这么难受。云长，你说完这番话，我对你也算是刮目相看。明知道杨洋没钱，还不跟他要钱，你还挺善良的。错，医药费呢会从你薪资里面扣。啊？谁让你刚才带他进来的？无情无义，老奸巨猾。怪不得我们神木族不允许跟你们外族女子通婚。通婚？你想跟我通婚？我就是打个比，懒得理你。阴险无耻，兽医。
干什么？发什么愣呢啊？我问你啊，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来寻找治疗神书的方法。你不是想给神书治病吗？只有我知道治疗植物的书籍。如果你求我的话呢，我可以考虑帮你找找看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这事儿对我很重要，帮我找一找去吧。我又不想去了。为什么？太多，你得求我呀。好，我求你去吧。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你求人就这么求的？你得就是撒娇，对，撒娇的语气。我懂了。